昨天阎鹤祥跟我还说，哟，我都忘了什么时候见过大林了。我跟好多人基本上都是四月份封箱之后就没见着了。最严厉的就是网上好多网友都知道，有一回我跟大林第一次给岳云鹏助演，演了一个阴阳五行，节目效果不好。天为阳，地为阴，不对。问问你啊，就像今天这个天气，它没出太阳，这叫什么天？阴天。有说阳天的吗？还真没有。没有吧？大林当时没感觉这是回事儿，因为那时候刚演出嘛，回来就把这事儿当一个好像有点玩笑那事儿跟他爸就说了，然后我师父当时脸就掉了。师父说，就是你即使是夜场，你也有义务把这场完成好。就你有什么资格，就是说节目完成度不高，你还回来拿这个事儿当个玩笑这么说。反正我印象最深应该也是这个事儿。嗯，然后温情的一面就是搁你们那年牛天赐首演，这个画面，对，嗨，挺温，很温情啊。在我德云社这么多年，我没看过父子二人有肢体接触，爸爸我爱你，儿子我想你，这种没有，从来没看。最严厉的就是罚大林一年的工资来给后台买水果，因为我们两个一块发了一个微博，我拿大林手机发的，大林拿我手机发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事儿呢，师傅很生气，师傅觉得你们拿微博太儿戏了，这是一个宣传自己的很重要的平台。然后师傅就惩罚了我跟大林，罚了大林一个月工资一年工资之后呢，然后给了他德云社10%的股份。我感觉我被套路了。真难，真难为节目组了。也是一时糊涂找到这儿的。谢谢。这不嗨，咱天津路不挺好的吗？哎，对呀。大城市。蓟县也有这个。哦，嗨。那这一天拍不了什么呀？都在道上。就车行。啊，这咱们这期是个访谈节目呢，不是？边上搭了一个酒店的客厅。这在我那屋就行。特好，到这儿就好路了。到了。这回行了啊，这回行了，是这里吗？是。好呀。到了。看这边。哎，好热，我不下去了啊。今儿有脑袋哥哈，有行，开心了，嗝了。您这包裹、啊。天哪！好热，且走呢这块儿。这样，走。哎呦哎呦呦！你别受。哎，给送郭老师回去休息。体力用完了已经。师傅，您看这个玻璃吊桥，哟，这可好啊！走啊，来您上吧。师傅您慢点。我也害怕这个。哇，好高啊。哎呦，我真有点慌张，现在我脚丫子都出汗都。哎呦，这怎么还晃啊？我今儿这风太大了，不行，太吓人了。害怕吗儿子？害怕。我真有点顶。哎，你们敢一直往下看走到头吗？我敢啊，其实还行，你下不去。我真有我什么？你敢一直看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不是，他要都贴着这纸，我还行。嗨，群装女士只能走到这儿。腿又软了。哎，你抓点紧，都等你呢。我知道。没，别那么多戏，你往中间走。哥哥，你要不拉我好点。哎，你看，哥扶着你，哥扶着你。不拉我好点。这咱们线上这么些人行不行啊？是没问题，我还能蹦的。哎，吓我一跳！
还是孩子们会玩啊。走这吊桥是得叫唤吗？啊！哎，这别喊了。Hello， 是站在这儿蹦吗？别不能蹦了，坐坏了赔人家。别蹦，别啊，坐坏了得赔人家。你们就在这儿吧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站在这点聊吗？咱也别都站一玻璃上，咱往这边匀匀。那个今天呢，我是导游。一会儿我们呢在一块儿呢，要以这个比赛的形式做游戏。然后呢，哪个队胜利了，哪个队呢，我给加一个加成券。好，好，今天您二位也跟着我们一块儿过来。好，好，开心。希望你们爷俩能在这儿玩的开心。我建议一二三，咱们一块儿跳起来雀跃，雀跃一下。我错了吗？吓死了！是呀，知道为什么我不跟我爸出来了？正玩的，行了，正玩的全的。那么哪个队先玩呢？我们在微博上发了一轮这个征集，看看网友愿意让咱们哪个队先开始。兄弟们，欢迎来到零点火山峰。那么呢，这里有两个游戏，高空抽签和这边有游戏，选一个游戏，到时候推荐给师傅玩。你们现在根据这个装置做好了你们的选择。但是明天导演组他会做一些惊喜性的设置。我们商量一下啊。他比赛的过程当中肯定他们要设置很多的关卡，你以为好像看似师傅就奔这来了，但是玩下来这个可能感受很重要。这个呢，我觉得可变化性比那个要多。师傅这辈子绝对没玩过这个，何况跟大林一块儿了，是不是？直接开始开选吧，开选吧。好，小猫猫，你们的选择是秋天的秋天。你们的选择是？我们选择勇进。勇进。好，给我们一个昨天的那个，这热心观众都来了。哎呀，网友的结果是让咱们今天玩这个激情。嘿，小妹儿，师傅手拉手跟你，咱们欢呼雀跃一下。哎呦妈呀，来儿来跳一下好不好？一跳二跳二跳。我腿都软，我都。往那边走吗？那边走，那边走。成功。冲啊！哎，这会儿活过来。于老师，哎，您领我们这是到哪里去啊？您这个高空秋千，高空秋千的这规则呢，就是两个人一组，两个手各端一个杯子，里边有水。到时候下来的时候，把这个杯子里边的水倒在容器里边，看哪个队剩的水多。如果双方水量相同啊，那么哪队秋千升得高，哪队就获胜。